来哦，我们今天要来买水果、哦。哎呦，嚯、哦！最近开始流行吃爱文桃。然后我有问那个老板，他就说大小颗啦，哦，大小颗有差。然后拿个袋子来放进去，我们来实测一下。就是一般我去超商、生鲜超市再买两颗600G， 大概是70几块嘛。我们大概买四颗试看看，还是有。我这嘛真水啊！过来，就这颗啦。好，四颗，安尼来讲的时阵有无？会不会超过150？我们试看看啊。收银台，大型根胶，这全部是根胶配芒果。是你的吗？无，这啥搞的？哎，80，后来80付钱。有。好，我发现这个影片非常的含金量非常高。哎，同学，你了解哦？真正是生鲜超市是卖一个方便啦、啊，哦，谢谢。